比赛结束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感想吗？今天哦，我们从今天早上超级无敌早，大概六七点就醒了，然后就一直在练那个今天的舞蹈，因为每一个赛事的中间都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对，我觉得他们韩国啦啦队也很辛苦哎。对。对啊。那些都没有休息。都会。你来到自己的主场有什么感觉？啊，我真开心。昨天都会有带你们去吃烧肉，对不对？分享一下。好吃烧肉。你怎么问他？烧肉，因为我很紧张，就是一直都没什么进食，就是为了今天。而且他吃烧肉还教我们，就是那个正宗韩国吃啊，对，就包菜包肉，然后教我们对生菜包肉里面还能加辣菜，嘴巴要够大才再加辣酱。好，那最后都会有什么话要对韩国的粉丝说？因为难得回来嘛，所以你可以放一下。한팬에한마디한말씀좀해주세요。韩国哈密？嗯，对。哦，오랜만에팬분들만나뵙게돼서너무즐거웠고또저희가같이응원하러왔는데합동응원해서이겨서너무기쁩니다앞으로도라쿠텐많이응원해주시고롯데자이언츠도화이팅！